我站在云林，大雨大雨，我在云。你站在云林。偷吃一下东西，脆皮蛋包。很有趣。桌上，你看紫松鼠。重限制100公斤，有什么感想？没有，危险。谢谢大家，第二局。
什么屏东到处都是恐龙啊？屏东的洋葱跟屏东的庙，洋葱这个呢？鸭蛋，好笑、哦，是屏东的福安宫，车城福安宫。嗨，狗狗。家。